那今天我们希望政府它可以在这个法案里面明定必须给予公假，隔离的时候必须给予工资，不要让医护人员、医院所有的员工，我们在第一线作战的时候还要担心自己会被放无薪假。那在这件事情上面，对劳工来说最大的差别是什么？第一个就是他会不会失去他的薪资？如果说今天要配合防疫，他其实要配合至少14天，那等于是他半个月其实都没有薪水。 对于一个劳工，如果他的薪水只有3万多块钱来说，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负担。他还是得付房租，他还是有水电费，他还是得生活，他甚至有父母或小孩要养。这其实对劳工来说是非常沉痛的一个负担。目前在立法院，包含国民党的版本、国民党党籍立委版本、民进党部分党籍立委版本、民众党版本，都有提到应该给予公假，或者是给予全薪。 只有政院版以及立委黄国书版是防疫隔离假没有薪水。 SARS 期间规定的是雇主给公假，劳工给全薪，但是之后雇主可以向政府申请补助，政府会给雇主补偿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要求只不过是比照 SARS 而已，就是雇主先给劳工，政府再给雇主，雇主挺劳工，政府挺雇主。 这样的顺序才能够使劳工安心被隔离，但是雇主也可以相应的获得，只要他支持劳工，雇主就应该奖励他，对不对？我想举一个例子，就是前几天我们。 联谊的员工同仁，就有人因为不明原因发烧3天，被长官口头要求要回家。但是各位认为像这样的情况应该要给什么假？照理来说应该是要给公假吧，因为我是被要求回家的，但是没有，医院给的是医院却是要求同仁他自己拿自己的病假回家。那再来第二，之前大家还记得霸先呈报的事情，呈报的时候中央也有承诺。 要给这些医护人员跟医院的同仁一些津贴跟薪资补助，但是到最后我们有收到不少的申诉，他们当事人并没有有人拿到任何一笔钱。那综上所说，其实立法院这次的草案，整个草案过程，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清楚跟明确。那在医护同仁上面来说，看到这些无薪假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是非常害怕的，也非常担心跟紧张的。有些人认为执行职务的给他公假，但不是执行职务的就不要给他公假。在感染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已经没有办法判断是否执行职务了。比如说刚刚负责台北市清洁消毒的环保局，他可能一天要接触10个以上正在居家隔离的病人，要去帮他烧垃圾，但是他也会回家。 那请问他明天，他如果3天之后发病，能不能够确定或3天之后被要求隔离，他能确定哪一个是感染源吗？所以已经无法判断什么叫做执行职务了。我们对于隔离要给公假的点是在于隔离者是牺牲个人安全，保护他人安全，隔离者是牺牲个人自由，保护他人安全。 这跟他什么理由被隔离是没有关系的。我们在第一线的时候，常常可能最容易遇到就是可能被感染的风险。
我知道传染病防治法里面有说，如果你确诊的话，是有补贴跟金补贴跟补助的，但是并没有明定说，哎，你在还没有确诊之前被隔离的时候，应该有的补助跟薪资都没有讲。那这次的特别条例里面又说，雇主可以不用给薪水，等同要求我们护理人员，如果在没有被确诊情况之下，被要求为了防疫、为了预防社区感染而接受居家隔离，等于是我们护理人员是没有薪水的。这对护理人员跟对医护人员来说，其实是非常大的打击。我们不只要担心我们回家之后可能会把病菌带回去给家人，那我们还要担心我们因为受到隔离，然后无薪假的问题。我们知道现在哈，立法院正在开始准备掌权协商，那我们也非常希望在这么紧急的时刻，就算是紧急也不应该牺牲劳工的权益，就是因为紧急我们才应该把劳工权益放在第一位，就是因为紧急我们才希望让劳工可以安心的，如果被隔离牺牲了自由，保护了他。